虾子，虾子有，嗯，哦，大炒虾，大炒虾，是不是第一次领到这样的一个食材？对，第一次领到，他觉得还不错。乐湖这边平常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冷冻设备可以去储存像我们的这一些冷冻食品，那我们这次捐赠的食品有包含镇长手上的这个鲍鱼，然后青鱼，然后螃蟹脚，然后有各式的肉类，冷冻食品、急冻食品、鲜鱼啊，我们老板特别有交代说，要在这个我们算是彰化的在地企业，那我们这一两年尽量就是说帮助我们彰化在地的这一些需要帮助的居民啊，各个乡镇的居民，那希望说我们彰化可以越来越好。关照物他们平常都是一些平常的一些肉还有一些那个蔬菜而已，并没有办法说吃到这个咱这这同这鲍鱼啦、鲑鱼啦哈，啊，还有咱这鸡腿棒啦哈，还有那个青鱼啦、鲑鱼哈，啊，还有咱的螃蟹脚这方面的冷冻食品哈，非常感谢来咱的这俊廷直播哈，是最近哈咱彰化地区最有名的这個直播哈，非常感谢啦哈，咱这边有会当讲哦，在吃到这这冷冻的海产以外啦哈，让好人加菜哈。因为有你们的捐赠呢，让咱这社会需要帮助的人哈得到帮助呢，嘿，好需要这个物资哈。咱这物资捐赠哈，不是一时的尔，咱是要持续永久哈来给人帮助哈。